이러한 탈원전 운동이 정책적 영향을 갖게 된 데에는 체계적인 조직의 활동이 있어 가능했다. 대만 환경보호연합, 한국의 반핵운동가들과 긴밀한 관계를 맺고 있는 이 단체는 전국 13개 지부를 두고 대만 탈원전 운동을 주도하고 있다. 대만 1세대 유학파 학자들은 구소련 체르노빌 원전 사고가 일어난 이듬해인 1987년 대만 환경보호연합을 창립했다. 那台湾环境保护联盟在30年前，就是我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那时候呢，因为台湾要盖核四厂，那很多教授呢觉得核能发电呢是一种很危险的一个发电方式。 대만 환경보호연맹 초대 회장, 전 대만 국립대 화학공학과 교수. 스리마일 원전 사고 당시 미국에서 유학 중이던 그는 전도 유망한 길을 버리고 고향으로 돌아왔다. 그가 가장 먼저 한 일은 뜻을 같이 하는 지식인들을 모아 원자력 발전의 위험성을 알리는 것이었다. 台湾环境保护联盟在1987年成立之后，就开始把反核的这个运动列为重要的工作来推动了。所以在1988年的时候，就推出这个一系列的反核的一些运动。那其中包括到台电大楼前面去。 去进食进坐，那么呼吁这个台电撤销核四计划，是这样。那这个进食进坐是这个包括了这个大专学校的教授，还有作家等等这样，在那边做了这个。 三天两夜，三天两个晚上这样，是来表达我们反对核四新建这样一个决心。1980年，我台大休假一年，我跑去英国做研究，我才发现为什么英国人那么反对核电。 所以我就收集了很多很多的这些资料去了解那才看到核电所带来对环境甚至于对社会安全的冲击其实蛮大的。소수의 지식층에서 비롯된 반핵 운동은 국민적 계몽을 통해 시민 운동으로 확산되었다. 我是因为以前在 NASA， 在太空中心，然后我看到太空梭的爆炸，那我们几千个人花了很无限的时间，哎，冲上去，100秒就爆炸，所以你很多事情是你想象不到的，所以我会缓和，是因为那一年1986年就有。 有这个太空梭爆炸，有车诺宝事件。他们当年所经历的，其实不是现在可以想象的。对，因为他们当年那个时候还是所谓的戒严时代，然后他们在做这些从事这些运动的时候，其实都有一些风险存在。然后再另外一个是说，因为这些老师跟教授，其实他们早年都是在美国，像 Texas University 或者是。 耶鲁大学，他们其实可以在美国留下来继续好好的赚钱，过更好的生活。可是他们后来都选择回到台湾，然后回到台湾来进入在大学里面教书，又跳出来从事所谓的社会运动、环境运动。那其实这样的一个选择是很牺牲很多的。이들의 헌신적인 노력에 일구하는 대중의 힘은 비로소 대만 정부의 원전 정책의 변화를 가져왔다.
是的，按照目前新的一个政策，就是 2025年 恢复家园，所以我们三座的分电厂使用了40年的时候啊，就要停下来，所谓的厨艺啊。那么厨艺的工作，我们按照国际的一些做法里面，我们算是要比较快速的厨艺，整个期间是25年，要把这个电厂全部拆掉、拆光光，然后希望这块土地呢能够恢复可以再利用的一个情况。哎，那么核能一厂。 它是明年的12月份就到了40年，所以我们在3年前就提出一个厨艺计划的申请书，目前由这个政府机关在审查之中。那预定呢，明年的下半年啊，就可以拿到厨艺的许可。 95% 공정 상태에서 가동 중지된 제4호 원전은 화력 발전소로 전환 가능성을 열어놓고 있다. 是有可能的啊，那目前这个核能电厂跟火力电厂啊，主要的设备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它的外围啊，很多都是可以用的，譬如说它有港口啊，还有这个道路，或者是这个输电的这个电网，还有一些仓库啊，什么设施啊，那个都可以用的啊。那未来就是怎么样去规划一个火力电厂？ 有两种思考，一个是燃天然气的一个电厂，一个的话就是燃煤的电厂啊。但是在技术面的话，就是你这个气要怎么来，你这个煤要怎么运到这个电厂，这要克服。那另外最重要就是这个政策要确定，因为现在政府还没有完全确定说要把核能市场给停下来。 22년째 건설과 중단을 반복하고 있는 제4호 원자력 발전소는 대만 원전 정책의 현주소다. 수차례 번복되어 온 대만의 원전 정책. 탈원전으로 가는 정책의 문은 결국 국민의 손에 의해 빗장이 열렸다. 那在这几年的时间里面，我们也汲取之前的政治上的教训，对，很坚持这个福岛核灾以后的这个反核的运动，应该是要以社运团、民间团体作为主要的代理。那 甚至应该要去争取所谓比较没有政党倾向的选民，甚至是国民党，所以寻找更多跟不同的领域互动跟合作的界面，让整个社会力可以更大幅度的展现。